岁，我父亲生意失败，我的母亲詹月娥逃到纽约，在美国做了30年的女工。现在我40几岁了，我看到台湾那么多的菲佣跟外劳，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母亲。我妈花了一辈子的生命，她老去，她用最卑微的工作在美国换美金养活我们一家人。在台湾，我们有多少菲律宾的母亲在台湾用他们身体，用他们生命换钱回去，换回他们的家庭，乡或异地。我不断在最底层的劳动者的身影中恍然看见我逐渐失去的母亲，他们一列又一列被命运和历史的链条捆绑，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。我也在纽约的移民局外面排过队，我知道那种，我知道被看待成不一样的感受。我其实是心里是非常感谢在菲律宾在台湾工作的朋友们，事实上是他把我们当成一家人。就像我在国外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希望别人把我当成一家人。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for us. We love you. Thank you so much.